的代表是我们自治政长柯佳瑜同学。全体动员立正。好，同学很有精神，有纪律。好，班旗抬高，对，拿出精神来。运动员宣誓。我谨代表全体运动员以诚挚欢乐的心情参加本次运动会，力求超越与进步，争取荣誉。为弘扬运动员精神，愿遵守大会一切规章，并服从裁判之判决。中华民国105年12月10日，宣誓代表柯佳瑜。好，所有来宾给我们小朋友一个掌声的鼓励。班旗入列。全体运动员扫兴。李晨，运动员退场，向左向右转，跑步走。好，我们小朋友很有活力哦。接下来带给我们今天所有来宾我们的大会表演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同仁，谢谢小朋友。长久以来准备运动会，不是今天只是一个高潮，这样玩。一个月来大家的努力学习演练，准备，这都是我们虎山国民小学提供给孩子实作生活中的课程。感谢我们的同仁，也感谢各位家长的子弟很优秀，来虎山国小就读。再来是我们小朋友的大卫舞。